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清洁，第三个是可控。所谓安全，就是说它所有的产物、燃料是没有任何放射性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清洁，煤和石油，煤和石油是燃烧的二氧化碳气体，它一个无限。那么聚变反应所用的燃料是氘和氚。那么氘是从哪里来呢？海水中，每一升海水中大概就有30毫克的这样一个氘。中国石油与核聚变的研究，经过30多年的发展，我们从当初的跟踪学习到并购，到现在的成熟，我们现在可以向很多发达国家提供先进的石油与核聚变工程技术。